你这么跟他说，很有可能就再也无法修复 bug 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他再怎么觉醒，也不可能走出这个游戏吧？这么多来修 bug 的人，各有各的招数，只有你竟然爱上了 bug。 这个小苹果，它不会是接受不了了吧？姐儿，我还以为你睡了呢。 睡不着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我这有吃的。这是何物？这个呀，这个叫做烧烤。在我的世界里面呢，大家晚上都喜欢吃这个。为何？因为下了班就是要撸串喝酒。 我在想，是不是等你任务完成了，就会回到你自己的世界，一个没有我的世界？到时我该如何寻找你？你会不会就此忘了我？又该拿什么证明我们在这里爱过呢？ 可重来一次，即使知道会分离，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爱上你。啊！蚊子。 小酒量。